林华庆在这边搭配的捕手是年轻的廖健富，一首陈俊秀，二一首叶祖娟，三一首林志平，有几首胡咏薇，左外野朱玉贤，中线的王柏荣，右外野是蓝盈伦。那林华庆要挑战的是本季的第七胜。 那你说要每场比赛拿胜，其实难度就相对的高。很好的一个角色，虽然成绩上来看还并不是那么的突出。虽然不像三洋将这么稳定的为球队贡献胜利，先来看场上的状况，左边方向反向的推击打出了今天第一支，是一支，但是一个变化。 也为他加油。整个球稍微挤压到，而且手接到之后看了一下跑者，只能够选择。哦，投手没拦到，在后面传出去的安打，本垒上的承接线绕过三垒往本垒这一分拿下来。讲他们得分真的是还蛮顺的，接球对林华这样比较可惜，唯一有机会应该就是他了。对，但手套最后那个深的点哦，延伸的。 出赛之后，加上中间有隔了十五，对各队都有很大的一个压力。对，那脚球，这个球打高在右半边，奥雷手往后退，结果放给蓝盈伦来处理。这个球要外野手来接比较好接了，所以最后比赛或许哦稳定性会没有那么好。 打者的打击状况，左打者打他打的相当好，三成为了打击率。不过这个球意外方向的飞球被蓝盈伦接上，是刘福豪。好，请第一个球出棒打成三垒手正面的滚地球，传一垒，三局打完已经是5-0的领先，再一支得点圈的安打得分，来看到也比较能够说服林华庆照着他的一个暗号在走，打者要照着你的想法走，这很困难。 那我们今天杨红军包括今天单是廖健富培养起来，他可能至少7到8年，他不用担心。哦哟，第一K，结果掉的位置还蛮高的哦，但是主审都喜欢哦。主审喜欢的话，打者那就要小心了。 这好像是个坏球，但是今天来看的话，莫伊卡奇他都会接。林华庆最近一次面对打到打者，你要勇于去挑战，但你如果是只光设定在一个位置来看的话，你就会比较危险。参考出，你可以从中获取经验，但你很难。 这个球稍微挤压到三垒方向的滚地球，林志明接到之后传一垒。这个意思好像跟蓝盈伦的那种西游探天，我马上老牌的一射尖。从传球的准度来看的话，刘法真的是传的又快又准。哇，准！这个球有动，这个直杀球最后让其实打者有点打断了球棒。嗯，最后这个外野反应能力之外啊，外野反应对啊，对他们来讲确实是蛮难的。 正好各队的选择上面哦，也有空间，所以才促成了这样子的。蔡世勤、蔡世凡就是一对，但是他们好像两分配在三队啊。这个球打高在右半边，右外手冲上前落地，整体是两打数两，在那个时候叶觉冲的这么快啊，也让蓝盈伦。 棒打成了左半边的飞球，林志平在界外区接了。理由指出啊，唐兆恒最近其实来讲的话，腰部有些有点不。先来牵制一下。哦，这个球又出现了安打，打穿一二垒之间的防线，陈建通过二垒继续要往三垒走，这个球传出来。 传出去，哇！这个变化球来讲的话，明了，对。
快角偏高，投到四块球保送。不用去帮他哦。内角这其实蛮明显的哦，四块球连续的捡。回来得分，现在第二名跑者也要回来，可以积极来做攻击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出棒的时机点。这个球由于前面那一颗球其实已经投成四坏球保送了，危机了。这球打高，换了一手往后退，哦，看看在哪里，没有接到。德州安打出现，再带有打点。这个球稍微挤压到，成为奥雷手正面的滚地球。相对在打击的部分，都是留下残垒。嗯。单一球种内外其实搭配就很好用。哇，这个球出棒出局。这个打击来讲胃口就比较好了，但只差球来讲呢，其实也是今年有林华庆可以取得三振蛮重要的一个关键的球种。这个球确实从挥棒第一时间挪到第一棒的陈杰宪，今天至少我们前面所说的追一支是一支。之前陈杰宪安打156，王柏荣166，各个头衔之间的争夺会变得蛮有趣的。嗯，所以好像在垒包上没有人的时候，取得暗号的共识就比较快了。那一脚球稍微挤压到，哦，这个球，安打。有个一垒手都想要去做接球，在中间，对。嗯，但最后其实发现错了陈俊硕来拿翻，那他接不到他回去的时候，其实来不及了。他绕了一个小弧圈哦。哇，真的，真的是我们常讲的，打的比点的用点的还好啊。对。哇，三掌其实很困难。对，好球，见。我这边再一个皮球的，抓到了，还抓到。唐兆廷球数两好一坏，现在变成两出局。也出现了两个四坏球保送。总算是把对方给解决掉。天地的球切到在中右外野之间，现在看看球落在 Warning Track 安打。如果前面没有失败的话，现在第六分。球拉掉，漂亮，这个球漂亮。内角球没出棒，潘武雄被三振，要走哦，好，或者冰淇淋。所以讲东京巨蛋，从冻饭，从咖喱饭，从拉面到，那一上来又是先送三个坏球。本来就有这个能力啦，这样的续航力。右边方向的飞球不远，蓝一轮往前来接上。球速落后，但最后还是有办法抓到出局数，但这个球不一样。郭富林，郭富林今天是还场部分啊，也为了保护海军 Sisters。国外有运动风气这么丰盛，但还是有些这种界外。从上面翻下来，过去也发生过蛮多起意外啊，跌下来结果不幸的发现了第五 K。就变化球转折点来讲的话，其实很好。虽然面对苏智杰一开始球数是落后，但是取得出局就做高。坏球比例是偏高一点点。
左半边的飞球，左外野手过来接上进攻。统一的先发投手开了两次，也从他手中打出过一支安打。球场，富邦悍将对上中信兄弟的比赛，现在打到第七局，双方杀去。接外球第一件事就是先打开手机打卡，一打卡对，我还是选择换下去了哈。这边李华庆要退场休息，在这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，广告过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。介绍三人身后这群非常辛苦非常有活力，又要介绍给大家。